是不是生病了呀？都开始说胡话了。这地上怎么这么多水啊？是你弄的吗？小东，你别吓我呀。绑了一晚上，有点累了，我想休息了。这是昨天给你开的处方，这上面的利乳唑呢，是目前全世界证实能够有效延缓这个疾病发展的药物之一。除了这个药以外呢，也可以吃点像维生素 E、 维生素 C 还有辅酶 Q10 这样的抗氧化剂。吃了这个药能有什么作用啊？这个药虽然无法做到药到病除，但是毕竟是能够有效延缓减慢疾病的一个药物，所以这个药物对你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小兔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但不管任何事，你一定不要瞒我，我永远都在你身边，爱你，小雀。小雀，我们分手吧。林哥开门，林哥是我，开门，林拓开门，林拓，林拓，你不开。我知道你在家，林拓，你快来！哎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我打个电话听一下。快点！没有铃声，人不在。行，我现在给开锁公司打电话，我就不信了，这破门我还开不开？哎呀，这犯法了，你又不是房东，人家住户在里面，你撬人家锁。谁犯法了？他一个劈腿，他不犯法啊？劈腿不犯法，你私闯民宅就犯法。行，你跟他就是同伙，我不相信你什么都不知道。陈光虎，你跟我说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能不能冷静点？人家两个谈恋爱，吵个架，闹个分手，不正常吗？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再说了，你看见人家林拓劈腿了？你不看见是吧？干什么？拿你做证据！哎，你还说？不要！你滚！啊！你怎么？哎！你哪？谁？爷，你别！你抬我腿！你放！哎，你那么……稍微冷静一点。女人打男人很正常。
歉。我跟我什么？也穿花衬衫啊？姐妹，小心点，穿花衬衫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看什么看？我认可。这事儿吧，陈光普可能真不知道，那胳膊都让我给掐紫了。你说他一怂货，平时有点啥事儿，我吓唬两句就招了。这次我球鞋都踩坏一双了，他都说他不知道，他可能真不知道。你欺负人家陈光普干嘛？这事跟他又没有关系。不是，我这不是找不着人，我着急呢吗？哎，你要不这两天去我家住吧，我让陈光普出去，我多陪陪你，好不好？行。陈楚英，你去忙吧啊。等我呢，不然呢？喝点呗。喝什么喝？回家。喝点呗。银拓，银拓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啊，你说你分个手，核心题差点把我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么大的事情不告诉我一声，你不告诉我怎么帮你吗？想帮都没法帮。好，你不愿意告诉我也 OK， 但人家小雀是当事人，你至少跟他说一声吧。他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要跟他玩冷暴力那一套，还微信分手，面都不愿意见，这太过分了。小雀是什么人我们也知道，对吧？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，他找过你吗？一次都没有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就在等着你回去找他，跟他解释清楚。啊，我的意思你也明白，我只说这么多，好吧？你自己看着办。我走了啊。我真走了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，我昨晚没走吧？走了走了，回家还跟我视频来着。去公司找不行吗？我肯定得上班。嘘，别提林拓，你听见没有？现在憋个劲儿呢。这事肯定得林拓来找，但明确和我说又不让我找林拓，被气着了。他俩肯定又发生咱们不知道的事儿。废话，要知道了，咱俩还能在这坐着看着他俩？欢迎光临。千万别提林拓啊！所长，你那个没事儿，不是渐冻症是吗？
确诊了，是渐冻症。我是说我现在没事儿。上班了，所长。不，你今天休假，我跟你去医院去找医生。不用了，已经确诊了，我不用请假了。那还上什么班？上班现在重要吗？所长，我能上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家咖啡馆出新品了，这个蜜桃啡甜吗？这个我还没喝过。你家新品你都不喝呀？最近太忙了，没顾上。餐桌怎么就不能放在手推位了？订货量才是中等，我为什么要放在手推呢？你现在非得拿销量说事儿了是不是？是谁之前一直跟我叫嚣说没有销量就是白搭？你现在又是整哪出啊？不同产品不同对待，你非得在一棵树上拧死吗？魏海洋，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？之前是谁跟我说的非不让林拓去参加薰月展的？现在又是谁非要把他的作品放在首推的？你是不是人格分裂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就是人格分裂了，餐桌必须首推，这个餐桌现在很重要。对林拓重要，对公司重要吗？对我很重要。一个在里面，一个出去。行，那等一下，你小俊姐回来，要是问起我，你就跟她说我已经来过了，好吧？啊，先走。陈光博，陈光博，我回来。你能不能？哎，你放过我可不可以啊？你跑什么呀你？他们两个的事你交给他们自己解决不行吗？非要找我？见没见到人？你赶紧说。我没见到人，我们跟你们不一样，兄弟出事了，兄弟自己解决。不像你们女人还要组队要批斗，说什么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怎么可能见不到啊？有点距离，互相好不好？什么距离？你肯定我跟林拓不是这样，你肯定见到他了。我们不会什么都说，他自己的事。陈光博，小俊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给他买的耳机到了。还有点面包，留着当早饭吃。我真的没见他，我自己也挺忙。没事儿，那等你见了给他就行。那我今天请个假，我去处理点事情。陈光博。你跟林拓说，我今天晚上在花尾等他。好。没事，走。喜欢哪个？我喜欢这个。原因？实用，性价比高，在选材和设计上也没有那么多花哨的东西。行，没白跟我学，精髓全抓住了。这些都是你的图？嗯，几年前设计的，还不成熟。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完善它？你这是要把设计图给我，让我剪现成的吗？我没这么伟大，我凭什么把我自己的东西给你？你是我的助理，帮我完善是你的本职工作，还没到天天整资料的时候呢。林拓，还有时间对吧？对，那就别浪费。
我刚才见到小雀了，她说金远在花尾等你，不管咋样你去把话说清楚，别不明不白的，真没必要。小野，有消息了吗？哦，还没呢。哦，可能没那么快。不急不急，那妈先去医院了，有消息随时打电话。你爸也一直等着呢，都打了好几次电话了。今天卫生局的来医院检查，他走不开。这次检查对他很重要，直接影响你爸爸升院长的。我知道。那，你忙你的吧，啊！饭菜妈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想吃什么也可以自己点。好，妈妈先走了啊，嗯，走了。阿爸，没事儿，你今天不用加班了，你把这放那儿，我洗就行了。所有的不开心都可以被糖果治愈。你等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在花尾等你。哎，大口呼吸。疼吗？疼。这儿呢？好一些吧？好些的。嗯，这说明用药管用了啊。还得坚持吃药。林副院长，嗯，老院长来了。哦，好的，好好休息啊。啊，他的用药量啊暂时不变，注意观察各项指标，尤其是蛋白这一块啊。你也是啊，好好休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个病人的造影呢得尽快给他安排，好吧？如果出现费用问题的话，你们过来找我，咱们想办法啊。一定要征求家属的同意。我去老院长那儿。好，咱们一会儿会议室见。好。哎，那成绩单出来没有啊？还没。还没有？嗯，应该是分批通知吧。哦，那小野人呢？在家呢。老院长来了，过去看看。啊，是你晋升的事吗？不知道，成绩出来以后记得马上告诉我。小野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今天吗？对不起。
小野那边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家，回来再找你。小野，小野不在家。啊，那么晚了去哪儿了？还不回来？妈，你先别打电话，我有事儿跟你和爸说，很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小野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是艺术学院。嗯，瞧你那样，热锅上的蚂蚁似的。来，吃水果。哥怎么还不回信息啊？回家一趟看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安安生生在这待着。你回去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。那我哥能说服我爸吗？肯定说服不了。就你爸的脾气，谁能说服他？那我在这等着有什么意义啊？哎，你就在这待着，你哥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你干什么你？你们也太不懂事儿了，啊！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可以骗我们呢？这人呢？让他滚回来！爸，你能听我说几句吗？我听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事已至此，让我们就这么认了是吗？做梦！好大的胆子你们啊！为了培养你们两个，我和你妈付出多少心血了？你自己不听话就算了，还跟你弟弟俩又串通一气，这么大的事情擅自做主。烦了你们了，爸！你的心血真的都投在我们身上了吗？这么多年，你是真心为了我们好吗？你给我们做过饭吗？给我们洗过衣服吗？陪我们聊过天吗？啊！你知道我们喜欢什么吗？你知道我们吃什么过敏吗？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生病吗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医生，你都不知道我们两个病了，你都不知道小野有抑郁症，他才十八岁，他已经不想活了，想从楼上跳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想多了。你忙着医院里的所有事情，你喜欢医院，喜欢你的仕途，喜欢当院长，你就要让我们所有人都去医院，都去你喜欢的地方。爸，你爱过妈妈？爱过我们吗？妈，你爱过我们吗？不许你这么跟我们说话！不要！我来呀！不要！打呀！今天要是你打我，就能让你同意小野去艺术学院，那我今天就站在这儿让你打，打到你同意为止。小野不上艺大，不复读，他必须去艺术学院。我不会让我弟弟跳楼的，我要让他好好活着，活着，过完他想要的一生。儿子都长大了，真是管不了了。哎，有能耐了哈，有能耐滚，两个都滚。
没你们这样的儿子。没事了，放心吧。就在外公这待着，外公养得起你们俩。外公睡了吗？睡了。小野，嗯，你先在外公家待着，爸那边不可能一下就消气的。你也知道，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爸一整年都没和我说话，他那个脾气谁都没办法。我知道。但是你要跟妈道歉，妈这些年带你不容易，咱们两个能离家出走，她不能。爸会把所有的气都撒到她一个人身上，她才是那个最伤心的人，她是最疼你的，你知道的。再陪陪外公，等着开学。学校离重庆市区也不远，我跟小学专门去看过了，环境也不错，周围还有好几条小吃街。你俩已经去看过了？小学非要去看看，他说觉得你肯定能考上。姐姐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就算哪天我俩不好了，你也还是可以去看的，他老惦记着你呢。你俩为什么会不好？没，我就那么一说。你的学费还有生活费我来想办法。外公给了我一些钱，我也攒了一点，前段时间检查身体花了一些，要是不够的话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检查身体？就是正常体检，有点贵。嗯，那开学了我就先去找你。啊，到时候看吧。要是来的话，提前跟我说，我有可能出差。行了，快睡觉吧，明天早上还起大早呢，我还得回去上班呢。哥，谢谢你。快睡吧。
林托呢？林托怎么又请假呀？他最近都请多少次假了？别人女朋友可是开咖啡馆的，哪像咱们，我要有个女朋友开咖啡馆，我也不来上班。咱们每个月交完五险一金，交完社保，还剩几个钱？看林托最近脸色不太好，上次在他包里还看到了医院的袋子，他是不是病了呀？病了？他要真有病早辞职了，哪为了上班死撑啊？林托没在，连咖啡都没人给泡了。想喝咖啡自己没长手，自己不会泡，鞋给我拿过来。什么毛病？大男人喜欢在背后唧唧歪歪。还有，这种方案也好意思交给我？啊！重做。我看林阔没病，他先病。我也别想赢了。至少，你应该先跟妈妈说一声。我一直担心的是，要是考不上怎么办？从来都没想过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妈，我真的不想上医大。上医大，在你们哥俩这儿，怎么就像地狱一样？小野怎么样啊？考上艺术学院了。好事儿。是。好事儿。我们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局面？我就是。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这个局面，所以选择发微信跟我说分手，是吗？是我的错。你错在哪儿？是错在说分手，还是错在发微信说？我应该当面跟你说的，当面说分手。为什么要分手啊？没有为什么。林托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有。咱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吗？你最近整个人神神秘秘的，精神恍惚，脸上受伤了，然后现在跑过来跟我说分手，你是欠人钱了还是跟人打架了？你最近到底怎么了呀？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不用每件事情都向你解释吗？我也没法解释，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什么叫你自己的事儿啊？林托他在一起跟分开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我不可能，我在，
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跟我说分手，我就分手了。你是爱上别人了，你不爱我了，还是你要移民出国了，还是你沾上黄赌毒了？你至少说一个理由给我好吗？我觉得很辛苦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继续跟你交往下去。我完全无法想象跟你在一起的未来，所以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希望你能跟我分手。我们说好的，不要互相勉强对方，就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样，分开的时候也不要摇摆，可以吗？分手，我不做勉强你的事。再见。想告白，让你像失聪。